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2月22日，有媒体曝光了演员迪丽热巴的近况。春节复工后不久，迪丽热巴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目前在为某品牌拍摄了机车广告。为了骑在机车上更加帅气，她选择了很有范儿的黑色无袖背心与短裤，尽显好身材。即便是穿着款式如此简单的套装，迪丽热巴气质依旧出众，紧身衣很容易暴露身材缺陷，而迪丽热巴身上却似乎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，十分匀称，皮肤还白皙滑嫩，大长腿十分吸睛，笑起来也很治愈人心。在以往的造型中，迪丽热巴经常将头发自然地散落下来，尽显温婉气质，而此次却罕见地扎起了高马尾，露出侧脸，可以看到她春节也没有放肆大吃，五官依旧很立体，并且没有双下巴的痕迹，无论是颜值与身材都很让人惊艳。网友们在看到迪丽热巴这组近照后，有人称赞热巴身材太火辣了，大家都认为她无论尝试什么造型都是很好看的。迪丽热巴今年才28岁，却早已经是国内一线女明星，拥有着超高的人气。她属于杨幂旗下公司正当红的艺人之一，两人曾合作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她本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地区的人，身上始终有异域风情，长相本就很惊艳，而新疆的少数民族也可以说是盛产美女了，圈内佟丽娅与古力娜扎等人都很美。迪丽热巴有多部剧等待播出，如与杨洋合作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等，事业发展十分顺利，相信迪丽热巴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好状态，也期待着她的新剧能够早日上映，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